我们可以先复习。来，第二个是公平。然后第二个我要公布的是三号，先站到新娘的身旁。来来来，我们先靠过来一点点。三号呢叫简简单单，是什么呢？是我的卸妆洗脸一并搞定的徐艳茹，我来感谢，我来掌声。哦，蛮大块，蛮大块的，有兴趣可以找我嘛哈。再来，我要公布的是六号，来移到我新娘的身旁，青春无敌嘛啊，青春无敌的什么呢？是玫瑰保湿的面膜，来一组，谢谢，来掌声恭喜。这都是精神保湿都有含义的啦哈。再来，我要公布的是四号。四号呢，上面写的猪猪给我一个稳重睡眠，滋润的护唇球一个，来恭喜，我们给个掌声。好，现在只剩下一号跟五号，一号跟五号了。好，没错，礼物的部分呢，一号呢会拿到的是腮红，我们来掌声恭喜。最后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捧花了哈，来，捧花的话交给我们的新娘子，来，我们掌声恭喜拿到我们的捧花咯。我不能好亲妹妹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会有上面会有下。我先问一个小问题，有对象吗？有对象吗？有对象就是，我很难得遇得到这么活泼的心的那个候选人，刚刚会一直挥手说我没有我没有，非常的热情，不愧是我们新娘的那个，因为我第一次遇到新娘也是这样，就很热情的感觉，我们再给个热情的掌声。